邱有学并未坐下，然后看过来这边。哎，你现在这边就是你完成他这个大任务，那你结束之后就是解脱，然后再就是要面对学生。第二个任务，可能这一年就是感觉做得不错，但是生活还没怎么玩到，还没说什么话，做得不错。
感觉就是要跟这整个舞台告别。我们常常都会讲说，
这样子，因为我们每天真的每天晚上一直在练，一直在练。那现在感觉好，我要搬家了。我现在讲那么多，感觉像是跟这个舞台做一个最后的道别。我之后可能就不会，就是不会再踏上这个舞台。好，不用，没关系。谢谢这两年来，我可以那么坚持在演戏这件事情上面。希望我学车一次就上，谢谢。
该吵的都有吵，该骂的都有骂，该好的时候也有好。然后，我爱大家，一日大船，终身大船坤，有价。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上面就是30届的弟妹。刚刚那些学长姐，我是不知道，我刚刚听到好像没有提到你们，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对你的想法是怎样。反正我是觉得30届，就是尤其是音控的，你们辛苦。对，就是因为今年刚好是校庆30年嘛，所以学校就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其实只靠我们高二三个其实忙不过来，就很常常麻烦到你们。虽然有道的我就不说了，然后对你们都很辛苦，不管有道或不常道，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了。然后对，然后接下来的4月还有其他社团的惩罚，我们要好好加油。4月过了就真的过了。然后，对，我讲完了，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宿舍编场部。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对，就是有活动他们都会来接我，然后还谢谢我的支持。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还是会一起帮我解释。对，然后想姐叫很常回来看我，很棒。然后还有我的弟妹，你们也辛苦了。还有，对，就是真的很多活动，还有分秋雨节。反正就是很多，然后你们都会过来帮我们，真辛苦了。然后我们这届的，对，谢谢。有三成跟没三成的都很棒，好，谢谢大家。Okay.
表现真的非常好，谢谢。好，我是29届的文书兼音教。好，首先第一个，我想先谢谢上一届的社长，对，我想要先谢谢邱炳华学长，对，他很重要，他很重要，对，因为有他在，我还比完久，因为我的干是他念的，对，我的文书一开始那个时候面干，然后好像我好像文书的直属好像消失了，对，然后那时候我要先谢谢你帮我面干，然后让我有这个干，让我留在一通。好，然后谢谢完让我可以留下来的人之后，我要谢谢后来才给我干的直属，对，所以我要谢谢萧前辰学长，对，我很谢谢你，虽然我高一看起来，对，好像不是很好，但我高二可以凭着实力，然后可以在高二后面自己私底下再接到一个干，对，我会很感谢你。然后也有让我学到一些实用的技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这一届嘛，我们自己这一届的话，首先我第一个我先谢谢陈彦真，对，我觉得陈彦真有一个陈彦真帮助很多，对，啊，没有，因为陈彦真他高二，他高二的出席率好像越来越低了。所以瞬间我的存在感就刷起来了，他对我非常的好，他让我有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我要在这里谢谢陈彦真，然后确实这是我让你的，好，感谢我吧，对，我感谢你了，哈哈哈，好，然后再谢谢李佳颖，每次都陪着我做牛做马的。然后对，面对一大堆很麻烦的事情，最后就是对自己下一届一通事的人讲话，就是你们愿意留在这里面，然后继续努力陪着我们做牛做马，然后做完这一年，对，你们很辛苦，对，然后你们加油，好，我谢谢大家。虽然我没有参成，但是我就是今天有参加，就感觉也算参加惩罚了。然后我很感谢我的直属，然后还有思婷学姐跟魏学姐之前教我主持，让我学到很多。然后也谢谢我们这一届的其他人，就是因为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事情，然后学到了很多，成长了不少。然后。最需要谢谢的就是邱立真吧，邱立真常常听我靠邀别人，就是很感谢。然后最后是给下一届的学弟妹，这几天都很辛苦了，然后之后加油，没有，谢谢。谢谢。
刚刚给我的加油，我收到了。好，还有那个就是很无聊的无牌人，也很感谢你愿意上来。然后无牌容量，谢谢你上来。对，但是至少上台。然后再来就是很怪的天，对，虽然你还不肯，虽然你还不肯，就是真的打开心房跟我说事情，说一些。忘了跟我借一样盖子。
另外一个本书，对，我差一点把吴凯忘了，对，好，对，我也要顺便谢谢你，因为在这一整年，我接到干你来啊，我从来没有，我只做过一件像样的像是文书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印过任何一张家图，我接到文书，我唯一一次做事是把那个一到十一的现在在场的这个座位的那个排数的那个表印出来，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像样的文书的事情，所以吴凯文，谢谢你，你把所有事情扛下来了。